你不能所有东西都是想最好的，你一定要准备好最坏的计划。亲爱的，
的努力，以后会造就我很大的团队。的愿望很简单，让他们可以今年健健康康的回去看他们，然后多带他们出去走一走。那也希望疫情可以赶快结束，然后带他们出国。这个是我阿嬷，这是我姐，这是我弟，这是我。就是其实从小到大都是我阿嬷带的，因为小时候就没有爸爸。我有一个画是没有画上去，可是我觉得我画，我觉得我应该很想哭。就是过年的时候，我阿嬷问我说：“你什么时候要交男朋友？”我上次回家的时候，我阿嬷还休克，差点那个，所以我很担心。过年的时候，我阿嬷跟我说，她很害怕没看到我，有人可以照顾她的故事，所以我不敢把这个画出来，我怕我画出来又会真的发生这件事情。你好棒，我爱你。我需要阿公跟阿嬷可以健康。虽然我不会开车，但我可以买车。我有钱的话，我可以有司机。是我爸刚走的时候，我有师姐说，就是我出国的话，爸爸会一起来吗？然后师姐说我只要出国，爸爸都会跟我一起出国。所以希望疫情过后可以再出国。希望我的未来就是我可以有一个专属的司机，然后还有一个打扫阿姨管家，最好是可以像。都是那么厉害。我相信，并且也期待2022年，就是一定会更好。